好似百鬼片咁。不是去菜市买菜，你一定要救我个仔啊！呢次嘢唔简单，我要请满天神父同佢大战一场。不对，讨价还价。我会打给你老婆。你要搞你搞我，你不要搞我老婆啊！停车！还有，绝对不能相信他们。你一定要记住，嗯？你想干嘛？你不是说要去死吗？我现在就带你去死！给我出来！我可以等你男朋友死的。他们都是你杀的吗？